女性赵露思、陈哲远主演的爱情剧《偷偷藏不住》目前正在热播中。该剧讲述女主角桑稚从中学时期就暗恋着哥哥的朋友段嘉许，两人一度因误会而渐行渐远，直到桑稚上了大学，双方才擦出爱的火花。然而知名编剧著名日前却发文谴责该剧根本就是在诱导犯罪，他认为剧情里未满14岁国中生与男大生的暧昧互动会让许多的小女生小鹿乱撞，促使更多的未成年学生在看剧时产生不正确的幻想，松动他们对性犯罪的防范意识。著名横批剧组一点社会责任都没有，也呼吁家长不要让未成年的孩子观看这部剧，还扬言要这部剧尽快下架。天文一出引发两极讨论，有网友认同他的说法，但有人认为女主角国中时期对于男主角的感情只是崇拜，算著名的反应过度夸张，根本是在小题大做。